打球不论经济，装叉不论岁数，我是你的教练杨晨大神。今天是10月1号啊，然后我们也是迎来了一大波的学员，因为很多球友真的不容易啊，假期很少，特别是像现在又是口罩事件，对吧？所以大家能够来学球的热情依旧还是很猛烈，因为今天我要测试了10几个人。来吧，我们开整。真的狂热的羽毛球爱好者真的太多了，直接11假期名额全部干满，就今天这一天接待了16个新的学员，而且真的非常的超我的想象。比如说这个60岁的老哥，光头的老哥，又壮，打得又好，但是他从未接受过一次的正规训练，什么都不说。你知道他要来我这练多久吗？练2个月哦，60岁的老大哥练2个月，吃苦耐劳，他在场上那种积极的感觉，他这种全程投入的这种精神，太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了。人家60了呀，你们这帮年轻人就不要再找借口了。同样还有也让我非常羡慕的神雕侠侣，就是情侣玩家、夫妻玩家，我这里接待的真的太多了，这才叫做人生赢家。当你特别热爱一个东西的时候，你的爱人能够全力以赴的支持你，这个就已经很屌了。他不光全力以赴的支持你，还陪着你玩。你说兄弟们，你们羡不羡慕？而且这个群里打得特别好，并且呢，这个女生的动作比这个男生还更加的标准。我就问你们，这气不气人吧？这是多少羽毛球兄弟们梦寐以求的幸福快乐瞬间啊，是不是？当然也会有无法坚持的，这位兄弟就是报了14天，他已经练了5天了，但是手指磨了好几个泡，全都是血，他无法坚持。这种情况他也一定会客观存在，因为运动就会有这样的风险，腰受伤了呀，膝盖不行啊，训练的时候脚崴了呀，这个是天有不测风云。但是我们已经为大家每个人都准备了保险。练球我当然希望大家能够全力以赴的坚持下来，但是如果没法坚持，那谁也没办法，因为你参加这样运动它就会有风险。所以我也希望各位羽毛球爱好者啊，先干。你们那些说你坚持不了的人，你先干，看自己的极限在哪里。你每一次突破极限，对于你的人生，对于你的这个感觉，突破极限对你的球技，包括你对人生克服困难挫折的这种应变能力，都会有很大的提高。当然也会有非常非常普通那种刚刚还打球的人过来。其实在我们的评论区你可以看到一群人，他们觉得自己太菜了，太差了，不敢来我这里。兄弟，我也首先跟你讲啊，我们这里是私人定制的训练，不管你的水平高中低，我们都会有训练的方法。而且你没有学过，水平很差，这样你从一开始你就能接受正确的训练，正确的动作，然后为以后成为一名羽毛的高手打下很好的基础，这也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啊，对不对？还是那句话，休息的时候就是拉开差距的时候，我这里随时等你们来玩来交流。哎，还是挺忙的，也搞了几个小时，因为学员比较多嘛，要做测试之类的。然后因为今天11嘛，也是我一个比较重要的日子，应该是我爸妈的周年结婚日。然后同样我2016年10月1号那一天啊，退役之后通过羽毛球赚了第一个300块钱的那个教球的费用，所以说今天是很有意义的。那就给大家安排这个10支吧，我们的这个锤子100啊，这个是我给你们准备的一个国庆的一个小礼物，在我的微信公众号杨晨大神后台回复国庆快乐啊，给予参与抽奖。其实今天的很多学员都很有意思啊，因为像有从深圳过来的有30个，我一深圳一来我看我懵了，哎，深圳这2天不是出了一个大神，4天跑了11个城管，横跨5个区，真的这诠释了什么叫做用生命去打羽毛球。但是呢，在这里还是要呼吁各位羽毛球爱好者，因为现在是口罩时期啊，希望各位在打球的时候做好防范，进球馆主动的去亮出你的酸，去做针剂，对吧？那这样以后出了什么问题啊，也为了我们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我们也要对社会尽自己的一份责任。所以在这一点呢，希望各位羽毛爱好者啊，打球是一个很好的，但是要把这些配合的工作、准备的工作一定要把它做好。那我们学院还是365天不休息，希望呢在这里能和大家相遇。像我们前面做这些测试全部是免费的，你们随时来我都欢迎。然后这个是我的微信啊，你们截个图扫它带走我啊，我们成为一个点赞之交。特别是我们在这一次的国庆啊，我们也有一个非常哇塞的店铺活动，是10月1号到10月7号啊，在我的微信群和淘宝店铺会员选给大家准备了很哇塞的活动。如果你不嫌弃这个时间长，那也让我来带你们看看我们这一次国庆11的活动。来吧，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我们10月1号国庆给大家准备的一些比较哇塞的活动。来吧，先看第一个，
首先呢，很好的社交货币，这是我们日本进口的缓震膜啊。这个缓震膜是拍一发三，这个我们已经卖得很好了，我就不多多介绍了。这就是把你的那个手柄的底皮去掉之后，再缠上缓震膜，然后再上你的手胶，那个手感只能说是非常非常哇塞，买一卷发三卷哦。然后我们的 DX888， 这个是我们对标102的一款手胶，我觉得会比102会更好一些，而且它的颜色非常非常多。我们这个 DX888 买二送一，它是买两卷送一卷，就相当于是50块钱拿走9条，你用过之后你一定会把你手上的102扔掉，我保证。然后 WD 墙啊，12条装的手胶，这个手胶一卷12条，49块，还送你一卷缓震膜。用缓震膜配手胶，谁用谁知道。然后还是耗材，我们的对标李宁日本公司的星星外啊，这一款加固加强型的芬兰绿款的99块三双，这个一直卖得很好，而且回购率是很高的。那这一次再给你们回购的一个理由，就是99块三双的基础上啊，加2块钱，这个喝水的吨吨桶我们送你一个。羽毛球一定要提前先把水喝好，千万不要在场上咚咚咚喝水，因为在场上喝水除了给你的胃增加负担没有任何意义。喝水一定要记得在打球的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已经补充好了，在比赛场上喝水的话，小口小口的打湿一下喉咙就足够了，千万不要给身体增加额外的负担。99块三双，这个袜子加2块钱送你一个我们的吨吨桶，这个是很哇塞的。如果你不喜欢这个99块三双配一个吨吨桶，我们吨吨桶还有活动，就是我们吨桶日常售价是69块钱，那现在是49块钱，49块钱加1元送我脚上穿的这个胶粒的袜子啊，加1元啊，49加1元就是50元，这个袜子是39一双的。吨吨桶加1元可以换购我脚上穿的这个同款的专业胶粒防滑的羽毛球袜，这个活动我觉得也是相当哇塞。球拍，那么这一款我手上拿的麒麟，这是中国风的一款偏进攻的球拍，日常售价是499，其实这把球拍我们卖了很多了，就是传说中都可以发夜光的，它的配置它的打感都是偏进攻猛男喜欢的。那我手上拿的这个麒麟的拍套是给您配的，还给您额外配麒麟的毛巾，而且帮你穿好线，并且还送一件我们自己的虎啸的球衣啊。这个虎啸的球衣大家懂得都知道，因为我经常穿的，我今天是没穿，但是这一个衣服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认识。那这个基础之上还会给大家便宜50元，所以这一次给你买麒麟球拍的理由是非常非常划算的。而且麒麟这把球拍真的也是我打过友商 VS 里面偏中国风然后又比较偏进攻的一款高颜值高配置还有送这么多礼品的一把不可多得的好球拍啊。女性的球拍对标麒麟的啊，就是金红，大家可以这样说啊，只要来过我们学院，只要打过我们金红的女孩子，基本上人手最少带1把走，有的带2把，最多的一个姐姐带了5把走。这个球拍299的价格其实已经落地了到底下了，国庆嘛，289，便宜10块钱，意识一下啊，289。因为这个球拍对于女孩来说，不管是从颜值还是文化还是它的配置，就是为女孩子们准备的，喜欢打轻的啊，高颜值的有文化的并且打感情脆的球拍，我觉得金红现在还便宜10块钱，日常售价299已经够便宜了，现在再便宜10块钱，289。如果你不喜欢金红，那我还是推荐你一款友商 VS 的球拍 HC890 和 HC898， 它是一款6U和一款7U 的球拍。这把球拍在金红没有出现之前，它一定是我们这里的女性球拍的最爱，因为它的偏日系的一个设计，加上它的这个材料是现在市场上最高级别的碳砂，但是它的售价只要400多，我们日常售价是499，现在便宜40块钱。虽然便宜的不多啊，但是如果你是女性的羽毛球爱好者，5U、6U、7U 就是分别就是我们5U 的金红、6U 的890、7U 的898，那这三款球拍都是非常非常适合女孩子去感受的，都有一定程度的优惠，希望各位爱打球的小姐姐可以考虑考虑。再来就看看我们的训练神器啊，120克的训练重拍和超小田区的田区拍，这个两个都是我们学员训练的主力球拍，用它来做一些定点的训练，练一些技术，可以很大很快速的去提高你对于羽毛球的理解和你的羽毛球水平。售价不变，但是我们会给大家送一个同样也是作为训练神器的弹力带套装。我们的弹力套装的教学你们购买之后可以直接联系客服可以获取，用弹力带配合重拍和田区拍的训练，你的球技一定会大涨。他们两个的价格都是188，在10月1号到10月7号国庆休假期间会多给大家额外赠送一包弹力带，希望各位在家里的时候也能好好训练。
提高自己的羽毛球水平。再来，我们旗舰球拍对标日本公司 100cc 的锤子100，这个果绿色的是我们卖的最好的一款，当然它还有 3U 4U 5U， 它有三个配置。那同时呢，这是国庆，我们的价格会便宜60元的同时，还会送大家一件同款的我们的运动无袖衫，你们可以在图片里面看一下，这款无袖衫也是蛮不错的，便宜60块钱送你一件无袖衫。然后呢，并且呢，我们还会给你送手胶啊、礼盒啊，这些日常的东西都配满的，还而且都是45天无理由退换的，好用呢您就留下，不好用就退给我们，做生意嘛，简单一点。再就是同样是我们锤子王牌系列对标日本公司天府99的锤子99，那这个球拍是一共有4个色啊，这把球拍日常499，搞活动官方的满200减20，所以说给大家便宜40，标准还是一样的啊，球拍礼盒、拍套、手胶、线都给你安排好，并且45天无理由退换。真的，这把球拍对标日本公司的天府99，绝对比它好打得多，而且售后无忧，这一点请你放心。还是锤子系列，锤子88啊，这两个一上线就卖断货，刚刚好，10月1号补货到位，价格还是一样的啊，468，优惠也和上线的优惠是一样的，459，拉一包线送你一包线，因为一上线就卖光了。然后10月1号补货刚到，喜欢打日本公司的啊，天府88D、天府88S 的球友，你都可以试一下，绝对。很爽，因为这个球拍我们从第一批卖出去的口碑来说，它已经获得一个不错的市场认可。还是那句话，好不好打你不用听我吹牛，您自己买自己试，好用您就留下，不好用就退给我，很简单。对标雷霆80的也是一款王牌球拍虎啸，我们断货也经常断啊，3U 4U 5U 也是全部配满，3U 黑金、4U 湖蓝、5U 蓝白啊，这3款球拍是对标中国李宁的啊，雷霆80的也是官方活动，之前是599，我们官方活动满200减20嘛，所以说这把球拍给你便宜40，559。最后一个活动是大招，我的锤子100加上薛冲的屠龙系列5款，再加上熏风公司我店里面的任玉去选一双鞋，它的总价值应该超过了1600块钱，但是这一次国庆我们只卖大家1001块，两把高端球拍和一双高端球鞋，你可以和你的好朋友来拼单。然后除了我刚刚说的这些比较哇塞的活动，我们也有总的价值的活动，满299送您拍头贴或者专业的羽毛球护腕，满499送您一条我们底信的专业的羽毛球大毛巾，满699给大家送您一个墩墩桶。活动给你们介绍完了，实施我们的顶级球拍，记得去我的微信公众号阳城大神，后台回复国庆快乐去领取。最后在这里祝大家国庆节快乐，球技进步，身体健康。